既然天冷，我跟小吉就不骑车了，开车去镇上买点东西。还不知道今天吃啥呢，看啥买啥吧。这个辣椒辣呀，就买点辣呗。走。今天天不好，天阴。整条鱼肉丸咋卖的呀？16斤。那整一个。行。这个。它看比较完整，好看一些。买了一条鱼，花了10几块钱。看来今天晚上小吉要喝点了，回家吧，没啥要买的了吧？没有了，走。回家做饭吧，走。走。嘿。这是干啥呢，叔？啊，正买车棚，这钱也轮不着了。我姨已经偷上饭了，一会儿小吉再做个菜吧。准备整个啥呢？茄子酱。烧个茄子。干两腾好了，开锅。油炸糕也腾了腾呀？油炸糕都不用腾。我操！烫死了吧？真碍事儿，这个东西。烫不烫？不烫。才怪！我说棚子已经搭好了，这样搭起来的话，出去送货就不会淋着了。小吉煎的鸡蛋饼非常的好看，这是因为鸡蛋也非常的好。现在端里边是吧？一会儿凉了。凉了，开门呢。来吧，我端。这样算是扣好了，还挺高呢，一下子给车升高了。夏天容易下雨啊，下雨可勤啊。嗯。这边下雨下太勤了。就往里装呗。那挺高的。起来吧。终于要出锅了。可以了，还差一点。还要再靠靠呀。别靠了，赶紧盛那边吧。你干啥呢？盛到这里边。对呀、啊，里面压点青菜吗？苦橘子能好吃吗？能好吃。最后再勾点淀粉。我端上去啊。你端吧，你别放这儿了，放这儿里、啊。我来刷锅吧。你别笑呀，大家说让我多干点家务。嗯，你干家务谁直播呀？我姨都笑了。你干活谁直播呀？再热点水，一会儿留着喂羊和刷锅用。啊？什么？倒一杯呀？倒吧，中，润了。可以。这是谁的？我的。这是闻到啥味儿了又？闻到鱼味儿了。干啥呀？我叔回来了，吃饭啊，叔。吃饭吧，天天吃饭馍。啥呀？天天吃饭馍。来吧，你先开个头。我先整一头、哦。行，我看你这口能整多少。我整不多少。酒得慢慢喝。可以。口感怎么样？一如既往嘛。七。哎，小词儿给你整的，哎，这口感怎么样？一如既往。在我这儿啥肉都没有，这青菜好吃。咱们有肉受不了，出去吃咱整点菜吧。咱们这小包啊，今天慌慌慌的。凳子哪去了？啊？你这口大呀！我妈放冰箱里了。我咋这么凉啊？太凉了，酒得热着喝。你别扒我了，小包起来，别扒我了。喝饭都晒了，还怕那啥晒坏了啊？嗯，少喝点粥，凉少喝点。烫呢？热都烫酒，人都热啊！你把那酒壶高在炕上、啊，一会儿就热乎。你别说烫酒用火炉，那烫酒用大炕。这炕上行，嗯。一桶有的。啊。炕一。